头条一起来关注到，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，大批民众清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国庆节的升旗仪式。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四立大队踏着整齐的步伐步操进入天安门广场，由96人组成的国旗护卫队护卫五星红旗至广场升旗区。五星红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升起，在场民众肃立。随着国旗在天安门广场上迎风飘扬，现场数万名观礼民众响起一片欢呼声。升旗礼后，军乐团奏响歌唱祖国，白鸽腾空而起，在乐声中展翼飞翔。民众则伴随节奏挥舞手中的国旗。天安门广场在节日期间花团锦簇，顶高18米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今年首次引入象征丰收的五谷元素，传递五谷丰登的美好寓意。傅海怡综合报道。